以前的这种讲妖怪的电影都是人类世界里面跑出来一个妖怪把大家吓到，这回这个电影是自己的人跑到妖怪的世界里面。BOSS后面还有 BOSS， 对白会有一点，对上。看柳的意思就分离出来了，中国的团队、韩国的团队、美国团队还有日本的团队一起协调的。 close up太难搞了，把这条的调度，把这解决。Yes。没有这个，没有弯，把它曲度。哦，when they roll against each other。就怎么样好看，怎么样华丽，怎么样让大家看了赏心悦目，这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如果我们大家不说，我们在森林里面第一场戏我出现的那场戏是棚里面拍的，没有人会相信那是棚里面嘛，以为那是原始森林。你也无法去想象红龙，我走进去的时候我都嗨了。 你更不要说我的庭院了，我告诉你，5000平米的棚硬搭出了一个庭院，是我们是神呆的。这种大景，它的工期特别长，基本上在3个月以上，所以上了很多工人，24小时的干，白天一班，晚上一班，基本上光置景的工人就要有400人左右。 所有饰条件和需要用的技术，在这个店里都用到了。在下秦明。